影后林嘉欣1月10日现身香港海洋公园出席保育宣传活动，呼吁大家要保护濒危动物马蹄蟹。林嘉欣爱环保爱艺术又注重健康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连澳洲的山火他也觉得责无旁贷。对对对，澳洲的山火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听说至今都还在烧。然后我刚还问海洋公园的保育基金的Judy， 就是问他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急救的那个树熊，就是或者他们的那个袋鼠，就可不可以去把他们救回来？因为我们在海洋公园里面有欧洲馆嘛，那可不可以救他们过来，来让他们去康复的工作项目？对，我就说可不可以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什么东西？对。另外，今年元旦日，林嘉欣透过社交账号上载了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令很多网友惊叹林嘉欣年纪小小已经非常具有明星相。但是素来谦虚的 Karina 当然继续谦虚啦。你觉得美吗？我觉得还蛮丑的，因为我以前很爱在户外玩的，因为以前爸妈都在工作，都是自己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四姐妹就拿一个鞋带穿起那个家里的钥匙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个鞋带挂在我们脖子上，所以我们就自由进出。然后我以前很喜欢去公园去攀爬，然后晒得很黑，所以那张其实也是蛮黑的，我觉得还蛮那个小丑鸭的感觉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